儿子说已经失传的柠檬薯条，被我做出来了。哎呀，干嘛生态气的？卖出中的柠檬薯条啥时候下架的？要不通知我一下？听说已经失传了，我还没尝到味儿呢。虎哥，我要成为全网第一个能吃到柠檬薯条的人。一个普通的土豆子，居然能玩出这样的花样，不就是个卷发薯条吗？烫了头不还是薯条吗？那还难倒我吗？叮，我有法宝，各种尺寸取和器，先给切掉两头的土豆，中间戳个眼，快速戳进去倒是容易，拔出来就，那就从最小的取和器开始，扭啊扭，扭到底，拔出来就，那再试试第二圈。还不如第一圈，看这些失败的状态，一定是我力道不均匀，所以形不成同心圆，而且二号跟一号间距太近，切出来的厚度不够，所以我应该选择用三号跟二四，并把土豆固定在菜板上，从上向下转，这力道就能均匀了。啊，成功了！拱拱，果然聪明如我。换大号啊，中间空了没有支撑点，所以用力要稳住。好像有戏，哈哈哈，完美！哎，这像不像小时候那个？方案有了，扭一盆也就3600秒而已嘛，只不过是边角料有点多。接下来只需要走个常规薯条五步流程了。第一步是泡洗掉淀粉，第二步水开放盐煮2分钟，看个时间多1秒都不行。第三步过凉水，再捞出来控开水分，再来个3600秒也就差不多了。那第四步就是裹淀粉啦，裹均匀了再抖掉多余淀粉，就可以准备一个小颗油了。先来一层白整齐的，哎呀，这样会不会粘在一起？赶紧捞出来换个姿势炸，这薯条可是我的招牌，160度炸4分钟，给薯条定型，再升高油温190度2分钟，哈哈，失传的美味薯条就被我攻破了。哇，我真吃！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还没撒料呢，一半原味一半辣吧。哇哦，好脆！不得不说，我这炸薯条的技术是不是可以开店了？这么好玩的薯条，那你说说怎么舍得下架呢？摆个好看的造型就可以喊他俩了。人家爹爹，苦瓜薯条，不是，我，哎，不用抢，番茄酱。这难道就是二胎的快乐？好了好了，别抢了，待会儿还有芝士薯条呢。我把刚才挖空的边角料蒸熟了，正好可以做另一种薯条。先用盐、胡椒粉、沙拉酱、玉米淀粉拌匀了，揉成一个不粘的面团。今天我挑战个最长的芝士薯条，把土豆泥压到个包烤盘里，擀皮放冰箱冷冻半小时，定定型。然后切成细长条，我这烤盘是28厘米见方，这应该够长了吧？这个油温150度小火慢炸，因为这么长我怕不熟，想要更脆的口感就得升高油温再复炸一遍了。这长是够长了，但是这歪七扭八的不直溜，所以我又炸了一锅小号带好看的，最后统一淋个番茄酱沙拉酱，一点不浪费的土豆子边角料就解决了。看这跟我小臂一样长了，而且听声就知道很脆了。那就孩子们吃薯条啦！我是对，有一个是微辣的。嗯嗯，预备，开始。为儿子摆个摊是怎样的体验？应该快来了。哎，看到他了。小伙儿，来个糖糕吗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嗯，今天晚上怎么吃这么少？大雄在路边买了个炸糖糕。又吃路边摊儿？哦，他说简直是人间美味。那不我小时候经常吃的吗？我会做呀。路边吃的多香啊！行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它。这个呀，家里有。
来个糖糕吗？他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要吃糖糕吗？我给你摆个摊啊。嗯，来来，快炸。多长时间才能好啊？几分钟，很快。来来来来。哦，快！好脆啊！你要吃几个？吃到你收摊。哎妈，要不你明天到我们学校门口去摆摊去吧，我让我们全班同学去给你捧场。你们猜猜这是什么游戏？走，一起去逛吃。悄悄来一朵，只要手够快，就没人能发现。准备奏乐，三、二、一。红豆冰，同学，冰块。儿子，你想吃牛奶冰，你怎么不跟妈说呢？哎，没事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，不攀比，啃个冰块也可以。儿子，这么懂事啊？嗯，妈知道了。哎，我买的冰沙知道了。哇，这么大！败家，不就是卖你一瓶酒的钱？再说儿子想吃，我得给他做一个 plus 版。他同学去的是一家火锅店的招牌，就这些配方啊，一看就已经猜到了。首先做个蜜红豆和绿豆，水量是蒸米饭的两倍，一把冰糖，压一个小时。我先去搞个雪糕，抹茶雪糕蛋黄法吧，试过了，也就这个方法。最好吃热牛奶一定要最小水流加入，再倒回奶锅加热，进一步杀菌。关火加抹茶粉，搅拌均匀，再打到五分发的淡奶油里，混合再和匀，就可以入模具了。咱不求一模一样，但可以以量取胜。冷冻四小时，红豆沙倒是没啥问题了，绿豆咋这个色？拌点抹茶粉应该就好了，这比原版只有抹茶粉的料更足。昨晚就已经做好了牛奶冰，先小试一下，把冻的奶砖卡上去，哇，好轻松，冰沙就出来了。这效率可比奶奶的擦丝器快多了。原版是锥形碗，我用了锥形盆，盆大料也得多点，把儿子喜欢的奶茶小料层层堆进去。还有自制的抹茶雪糕，多插几根，但最终是要堆几个山头。巴不得了，太离手了，缓一缓。接着对，万一我做一半蜜红豆，一半蜜绿豆，他绝对不用再羡慕同学了。噔噔噔噔，哇！敖西，快过来，你的大冰山！哇，这么大一个冰山！哇，太幸福了吧！你的幸福是我贡献的，这可是我妈特意给我做的。嗯，做大了，我们吃不完呢。早有准备，当然是下面我来。